是今年中英兄弟蛮特别的、哦，开路先锋反而都是这种有超能力的、哦，第一球就中弹了，第一颗球就打到主审，对，很少。哇，右肩膀，右肩膀，哎，这痛啊！痛到现在，这个又抓第一颗，哇！今天抓第一颗球的都要小心主审。这一次好像不要打到，不要打到脖子就好，打胸口。哇！现在坐在地上，裁判真的辛苦了。这个位置应该脖子比较会比较避不了。对，希望不要打到脖子。对。哇，这个。哇，这边刚好是，因为面罩它会拖一块下巴坠，但是它不会拖到旁边这个地方。对，但人的习惯动作会稍微往上扬，你知道吗？头会扬起来，扬起来刚好有一个空隙，球就正好那个时间会进来。哇，这个礼拜才换过一次，哎，上个礼拜才换过一次主审啊。他今天多灾多难，第一球就被打到了。今天詹子贤跟曾松恩都打第一颗，就都打到后面去。这个，你真的要给这些裁判一点掌声。是，因为王俊宏也算是蛮资深的裁判了，有点年纪啊。IJG 其实非常的痛。嗯，不一定有办法再持续哦。哦，这真的是。而且特别主审他们都感觉有一个自己的使命啊，觉得这一场我判就要把它判到完。对，马上询问一下备用的主审，主审他也不见得会带那个主审那些装备。看起来忍下来。哇，又是打折，打折，现在有两分的优势，哇，不要再找王俊宏主审。哇，又中弹了。你说不会中弹又中弹了，刚刚才说希望不要中弹，结果又中了，第三弹今天，哇，又中弹了。今天最衰就是王俊宏裁判第四颗，哇，怎么老是找到他？他还是坚持下去啊。一开始真的差点要准备要换主审，哇，今天真的是胸口、右手、右肩，还有正面都有。